拖鞋和主人的脚整整差了一大截，和原本 size 一比，更是有如大人鞋和小孩鞋一样。网友po文，车上找到童鞋，又是农历七月，真的毛毛的，没想到这竟然是老婆的拖鞋，开玩笑说缩小到连妈妈都不认得，会觉得蛮夸张，这个也是就有点劣质的品质的，有点夸张吧？还是它品质不好啊？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？没有。看到照片直呼太夸张，不过网友也分享相关经验，晒在阳台就缩小了，或是变弯变小的也有，实际来到鞋店，各式各样的拖鞋通通有，塑胶防水又柔软，卖得特别好，老板特地把这些拖鞋放在骑楼下，避免晒太阳。算讲你卖坑在你门口跑去穿咧，无差啦。安尼啊，你有个人是讲哦，伊坑咧哎，因到门口吼，拢会去拍到日头。拍到尾，伊就会揪去。歹是袂歹，就会揪啦，有水啊。阿姨揪老细声啊。哎，有些揪啊，甲细眼睛啦。特别是没有脚底的，以及没有鞋垫的一体成型的发泡塑胶鞋，不耐晒、遇热就会缩小变形。所以下回类似的鞋款，别放门口、阳台曝晒，否则只能给小朋友穿喽。三立新闻王振祥、李怡婷台北报道。